啊，我想扁它，然后再鸟叫了。你很棒哦，要不要去跟弟弟打架？哎 ，Hello， 小朋友，你看黑妞跟我明明就很好，好晚上明明就来我的这里蹭，妈妈你现在走开，我压力来了。不会的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黑妞跟我，你看，我就是他的爸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亲如故。没有怕。你的误会，他明明就是很惬意的躺在我的旁边，象征着这个父爱。黑妞，对，你看，含情脉脉的看着爸爸，心里想着爸爸我爱你，这样子那种感觉，相信大家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到黑妞现在的内心呢，澎湃汹涌着，想着有爸爸的陪伴真好，不用让我现在在外面淋雨饿肚子，尤其今天又闪电，这个猫咪的 body language 是不会骗人的，有没有？呼噜声来了，有呼噜声，这时候我就希望我的三只手可以拿个麦克风读给他。黑妞选择爸爸，选择逗猫棒。你看黑妞现在舒服的舍不得离开了，这个要运动运动。啊，惨了惨了惨了，恐龙来了。是弄长。哦，哦，哦，想扁它，然后再鸟叫了。啊，对着小鸟叫。太可爱了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女猫真好，这傻波哎，有够顽皮的。收一下我的音。他的脸看起来就是一种天真的某个大爷，一次次的帅气，但总归以来就是邪性的脸，真的是很多次逃。小虎的刚刚好不容易吃完了，等一下再让他吃光光。我嘞，你看每只猫咪多么的可爱啊，可爱又亲人。好，你们玩，你们玩。你今天怎么没有来迎接？啊？今天来把你好听的声音给收录进去好不好？点点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把我的那个麦克风头给咬掉了，那新的东西呢？我本来你跟我连小时候一样皮的哦。哎呦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呀，你这招是哪招？站起来攻击，你这个攻读生。好了，去玩，去玩，去玩。哦，你能站多久了？你能站多久了？来来来，站着站着站站站，对对，站起来！哦哦哦，来挑战挑战这次世界纪录。你的底盘从小就很稳，来站起来站起来，好可爱啊！本来我是可以一手把它给拿在手上，轻轻松松的。现在已经这么大一只了，再不冲出去你就成猫了呢。点点啊，你这个小乳牛变成大乳牛了。我去确认小虎的性别好了，看它的蛋蛋到底是不是蛋。Hello， 小朋友，你要习惯人类的身上。它是一只有个性的猫。对了对了对了，要确定性别，都忘记了。这个是还没掉下来的蛋蛋吗？可是看起来不太像蛋哎，除非真的太小颗。你很棒哦，要不要去跟弟弟打架？好，再一个月哦。